在树上啊。好，那谢谢你们来，我们请我们的创办人主任讲的话。好，现场的来宾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好。然后呢，今天呢，有没有很紧张刺激？嗯，没有错。我们大雅呢，通灵圈英语分校，那今天呢，是算是我们的开幕典礼。那现场呢，我们准备了许多许多，哎呦，里面有现金、美金，还有福袋。那希望呢，大家今天收获满满，比如说五穷六绝嘛，那没关系。今天呢，有一个特别的机会，大家不仅把现金带进去，把礼券带进去，那也把好运带回去，你们说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话不多说，我今天呢，好像是被财神爷附身的样子啊，所以我们要先来一个发财的礼炮哦。那这个礼炮非同凡响哦，待会呢会在这里放礼炮，因为今天刚好助攻所以挂着可能会有危险，那没关系，我们从地上开始放，让大家一飞冲天。好，来，请大家让一个位置来。好，来，大家保持好安全距离。